基隆市长谢国梁亲自颁发当选证书，民政处长张元祥正式接任基隆市同居会理事长。他一向也对同军的业务非常的热心，那同军这一块我们非常的重视，那也希望这个童子军可以发挥这些助人的精神，在社会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基隆市童军团表扬大会上表扬基优的童军团及个人奖项，基隆市长谢国梁期许童军伙伴落实日行一善理念。基隆市童军会近几年来呢，如同我身上穿着一套白色的海童军的服装，我们会积极的往海洋来参与，像今年我们配合市政府台流杯的帆船赛，组队来参与台流杯的帆船赛，也会在平常呢设更多让孩子们可以学习成长的这样的我们在童军叫晋级以及考验的这样活动，让孩子们能够跟其他县市的童军的孩子们一起来参与各项的活动，更期待在今年基隆市的童军会会组织一团40个人到我们韩国参加4年一次的世界大陆营，这是我们基隆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团，能够让孩子们在这45000人陆营以及150多个国家共同感受到世界童军的温暖跟世界童军运动的力量。新任童军会理事长张元祥表示，未来将结合公司力部分资源，积极办理童军活动，同时和世界的童军接轨，发挥童军行善精神，帮助更多的人。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